精灵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去吧皮卡丘！哦，我靠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三爷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火柴人亨利啊。现在我们来玩第三章的内容，开始吧。这第三章很明显跟这个大钻石有关。好啦，很明显，我现在就是要去潜入里面，把那个大钻石给偷出来。这里都要有两个选项，这是爆破，选爆破。一般来说呢，正常的选项呢都会是失败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稍微正常的选项啊。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哎，我没选。丢，那这次的话我们选用脚踹。有区别吗？那用走撞他。哦，我进来了。为什么这群人都不阻止我呢？哦，等一下，长矛，耶、yeah, ，太长了，拿不动啊，太长，太重。那换一样武器吧，盾牌，格挡。哦、oh, ，好像可以哦。哎，嗯，等下，把钻石放进这个，那只能换一样了。这是什么？哦、oh, ，把它吸服了，拖着走。这两个人还在聊天。哦、oh, ，你家的东西被偷了，你确定不追击吗？等下。哎，扔石头，走你！好像挺好笑，飞机都来了，扔手雷，这爆了！选第一个选项吧，啊，防护罩！哦，我这么屌的吗？我这么屌，他们打不过我啊！哦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哎，这个桥是断的。Sir, place your hands where I can see them. 选择警察会怎样呢？先生，你现在被逮捕了。等一下，你被逮捕了。现在呢，你有权解。选择钻石。嗯，哎，我掉进水里了。哦，他那个钻石应该……哦，还好，还在，还在。拿到钻石了。啊，这一关这么简单吗？不至于吧。哦，还有其他选项没有选。这边呢，我们选了第三个，用脚。哎，不行。好的，这边我们进来啦，然后我选择流星锤呀。呵呵，哎，我的锤子怎么挂上面呢？啊，这边如果什么都不选呢，我被打死了。好的，我们进来这里面啊，刚刚是选择我们不选，不选的话应该会被直接逮捕。再看一下这边的啊，这边的话，哦，警察。呀，你看现在是两颗星啊，这有点像 GTA 5。丢一棵树给你啦。呀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逃跑了，但是钻石，哎，我的钻石丢了。哎，这里还差一个选项，为什么？哦，这里，呀，呀，还是一样被打死了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桥段，你只能选择钻石。那么在这边，我们选择右边，静悄悄的溜进去。我们不用暴力的方法。哦，哇，这边有六个选项，这么多啊！它的分支应该就很多了啊。那这六样东西，然后我最熟的就是这个，这是一个传送仪，可以把我传送到任意位置。但是有点奇怪，就是这个装置不受控制，所以我连自己会被传送到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。嗯。这个不会是变态药丸吧？给他来一拳！我为什么要放屁呀？贿赂他！丢一个硬币居然成功了！啊，用这个直接下去把这个钻石拿了。哦，用这个吧，用第一个锤子直接。你自己的装置都不会用吗？用锤子把它敲了。嗯，
这锤子这么厉害的，我想要一个这样的锤子，一敲就烂。给你一个大炮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大炮是送我出去啊！妈耶！啊，这两个人都无动于衷的吗？木板呢？这不是木板，这是杠杆原理。Oh really？ 这两个人基本上就不鸟我吗？我直接选一个钻石会怎样？哦，这个，哼，真的够硬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是第二个结局。哇，有40个选项这么多，然后还可以再触发多一个结局。我们回到这边啊，这里的话我们试一下用手枪，这个应该就是失败的。打偏了。这个药丸呢应该是啊，这个是隐身药丸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边的话还有另外两个选项啊，这两个选项肯定是错的啊，试一下这个吧。这是一把枪啊。哦，这也行啊。这就是一个能力啊，两边开一个洞，然后不停的往两边穿梭，这样呢直接这边还有个奶酪没选，试一下奶酪啊。我还以为这个奶酪是用来吸引那两个人，试一下 AKM 吧。我偷了枪，别动老弟。What the fuck？ 人体描边大师吗你？试一下这个，扭他的头。呀呀呀！我靠，我自己都站不稳。这个呢 ？Drop 跳，跳个锤子啊！这钻石这么重。这边我们再选择其他选项啊，试一下这个弹跳鞋。哦，可以哦，但是不受操控了，撩，垃圾道具，这个呢，开个洞吧。哦，缩小枪，我觉得蚯蚓，现在蚯蚓就变成大怪物，挖地洞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这为什么会有苦力怕？苦力怕帮我开了个门。那么因为这个章节。它还有另外一个结局，所以这个选项应该可以触发另一个结局啊，飞机啊，枪，轰死你！靠，枪呢？别动，站着，没子弹，坑爹，那只能飞机啦！吼吼，只要把第一个撂倒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这里是两个选项，这边，你没看到我啊？直走，哦。哦，钻石就在前面啊！这里有两个守卫，外星人，撬棍，精灵球，马里奥的蘑菇，用这个吧，变大，一脚踩死他！我来了，老弟！啊哈、问你们怕不怕？就问你们怕不怕了？哎。现在对我来说，靠！现在我是已经变成巨人了，搞破坏啊，把整个都破坏掉我都可以了。出动大型武器，搞我吧！这个人后脑勺还有点头发了。怎么三个选项？哇靠！我知道这个了，辐射标志。好吧，一个原子弹直接轰了。那如果是卫星呢？卫星炮。有区别吗？还是一样把我给轰了。那这个呢？喂，警报声。钢铁侠吗你？我的天。有个门口，我得逃出去啊！他这个体型比我还高，哇，那个怪物啊，在搞破坏呀！快点跑啊！我钻石我都不要了。这个结局就不太好。如果这是一个结局的话，没有拿到钻石嘛，看来还是保命重要。那个机器人把钻石丢给我了。
啊，最后我还是拿到了钻石 ，yes， 这就是第三个结局，看到没有？三个结局我都完成了，这里还缺七个选项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里的话还有这个没选。嗯，给我个仪器，1337除以零，除以零等于零。这呀，直接弄个黑洞把这里全部都吸进去了。这里还有三个选项，精灵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去吧皮卡丘。哦，我靠，哎，可以啊，哎，这等一下，皮卡丘吗？皮卡，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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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是乱码，皮卡丘没有，全是外星人。去吧，咬死他们两个。等一下，他不会把我咬了吧？这很明显就异形的卵，这是半条命游戏里面的撬棍，来吧，试一下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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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呵呵，召唤那么多怪物，回到最开始啊，试一下这个吧。这什么？竹蜻蜓吗？哎哎，这它的道具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。好啦，最后这一个啦，试一下。试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液化了。啊，这游戏的话，啊，能触发的三个结局都触发了，所有选项都触发一遍啊。那么这就是第二章偷钻石的章节啊。下面的话就是这个第三章了，会在这辆红色的飞机上进行啊，估计也是偷什么奇怪的东西啊。那么我们有空的话再来玩这个第三章啊。那么我们本期的这个火柴亨利就玩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多多商量，拜拜 ，see you。